即係我喺街咧，有人叫我撲街嘅，一見到我叫我撲街嘅，有年輕人，我真係嗨你班嗨嗨啊！有嘅。如果要用形容詞嚟形容你班建制派，真係撲街都不足以形容。我哋前面嘅人已經跌低咗啦，咁我哋應唔應該去扶起佢啊？如果你真係喺安全嘅情況之下，你要幫嗰個人嘅話咧，咁甚至乎首先你要發出一個比較有震撼性少少嘅聲音。有嘅，因為想一啲比較遠少少外圍嘅人咧，佢哋係知道發生咗事，而會有所嘅警覺。有嘅，咁呢個震撼聲咧，就我可以示範下俾你睇睇。OK， 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哎，哎呀！